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梦醒了什么时候结束的？有没有失踪？没有。大教缘起这一品里面，佛说于真群猛会以真实之力，真实之救啊。群猛是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严重的迷失了自信，啊，误以为这些虚幻的假象啊，全是真的，这个误会太大了。啊，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？全是从自私自利所发生的。啊，自私自利根本没有啊，为什么没有我啊？我找不到啊，我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的利益在哪里？你只要想到2240兆分之1秒，所以科学对于佛法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经上讲的这一弹指我们没有概念，科学家讲这个我们有概念，啊，一秒钟是一秒的几分之几，啊，事实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事实真相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，不可得啊！啊，这一个画面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法，它确实现的是一切法，整个宇宙嘛，现这个一切法，这一切法确确实实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能把这个观成，你就彻底放下了。啊，这一彻底放下，你跟佛的境界就大幅度的拉近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把你拉到菩萨地位了。啊，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，肯定大彻大悟。他不悟啊，就是这个障碍，就是放不下一切法放。现在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一切法不是真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存在。啊，这是现实的环境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。啊，这是实相，这是真理。啊，其他的虚幻的妄想不是真的。所以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是来给我们这个慧生恩惠，是给我们，给我们真实的利益。啊，那净宗这部无量寿经真实里面的真实，再真实不够了。我们不能疏忽，不能大意，不是千载难逢啊，无量劫当中难得碰到一次，千载不难的，啊，一千年底下接着第二个一千年，啊，很短呐，啊，这无量劫，啊，确确实实是真实之理。啊，那么经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诸真实慧，此三句虽各有异，
而其真舌则不二也。啊，真舌之际，之际之力跟智慧好像是三桩东西，可是这三桩东西都是真实，三个真实合起来是一个真实，下面给我们说，真者真如也，实者实相也。真如从体上讲的，实相呢是从作用上说的。啊，体能现象，虽现象，它并不着相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体是真的，相是假的，相不离体，离体没有相，所以相由心生。啊，虽然相由心生，但是相不是体，体没有相啊，体能生相，像我们做梦一样，我们人会做梦，梦是下意识，下意识不是梦，能现梦境啊，在梦境当中是两个，一个是相，所生的相，一个是能生的实。得搞清楚，搞明白，通通不能执着。执着体错了，执着相也错了。啊，一切都不执着，对了，就是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完全正确。啊，诸佛菩萨就是希望把我们领到这一个境界。啊，这是真正觉悟的境界。啊，那么真真如，实实相。啊，确实而论，大乘教里面就是十宝庄严图，十宝庄严图实相，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假象，假象怎么来的？依实相来的，实相里面加上阿赖耶识里面就变成假象啊，实相就是十宝庄严图，假象就是十法界，就是六道轮回，这要搞清楚啊，真假都不能住，真的都不能住，何况是假的啊，所以修行的功夫是什么？就是放下，放下是功夫下面观佛三昧经里面说，佛地果德真如实相，第一一空，第一一空是毕竟空，本来是空的，不可得啊，这个空是什么？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念头的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这叫第一空啊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能起心动念，
七千多年没了，那就是不觉，那就是无明。从这个无明就会变现出十法界，变现出六道轮回，完全是假的。啊，说第一义空就是叫你不要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佛说的真如实相就在当前。下面这一句给我们解释真实之机。什么叫真实之机？穷其真如实相的原底、源头啊，就是彻底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能现的自信，所现的宇宙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叫真实之机。真实之机是现在科学家、哲学家所追求的。啊，科学这四百年来能把物质现象揭秘了，这个谜底揭穿了，了不起的成就。啊，揭穿了告诉我们，跟佛经上讲的呀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。佛经上讲相、讲色，都是讲物质。物质从哪来？念头来的。心就是念头。啊，先有念头，而后有物质。物质是从念头起生的。那现在科学家第一个谜底揭穿了，现在研究第二个命题，就是念头。你看，近代科学研究念力的，念力不可思议。念力没有边际，啊，这一类的书出版的很多。我们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念头是什么，要搞清楚了，要搞明白了。最后还有个自然现象，《大乘经》上有释迦牟尼佛说的。用意识，意识就是分别，第六意识分别。啊，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非常大，它对内对外通通圆得到，就是圆不到自信。那，所以说用意识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。这是佛说的，啊，今天科学家果然做到了，啊，现在还差一点，大概还要几十年的功夫，啊，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搞清楚。阿赖耶三细相就是业相，这是第一个；转向，第二个；境界相，第三个。境界相是物质，转向是念头，就是转变、变化。啊，变化从哪来的？转向。啊，转向从哪里来？从业相。业相是什么？业相是一念不觉。这是最初的，叫无始无明。无始无字号啊，没有开始啊，迷了，迷没有开始啊，啊，有没有结束呢？也没有结束啊，为什么？
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要有开始，要有结束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这是假，像做梦一样，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梦醒了什么时候结束的？有没有失踪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佛用这个给我做比喻，让我们有一个概念。啊，有一个概念说，不要去穷究，我要去找那个开始，那你又迷了。啊，你不找没事，你就悟了。你一找的时候，你又迷了。啊，告诉你，不能找，它是假的。要找就找真的，不找假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